晶振到底是如何起振的？晶振作为电路中常用的时钟元件，是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制成的一种谐振器件。其原理是给一块非常小而薄的石英切片加上电场，由于自身的压电效应产生机械形变，再加交变电场后，晶体会产生机械振荡，其基本振荡频率由切片的大小和形状决定。关注我，下期带你了解晶体和晶振的区别。